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钟杰。今天呢，我们人来到了海洋一路这里巡台，然后来这里，这间是粉红鸡啊，是吧？粉红色的，然后糖果鸡，然后我们来这边稍微小玩一下，然后我发现这一台公仔台，然后它爪力开很强，爪力开非常的强，然后好像，我也不知道，就是很强。我在看能不能吸它的膜，吸出货。不知道，其实它的缺点就是很慢的、啊。你看，它缺点很慢。快睡着的那一种。哎，还没有。我们上次有一次那个粉红鸡那个，它真的快睡着。这个还算没有说到最慢，这个还正常呢、啊。哇！但如果化碳，我觉得这一盒应该是秒杀了。干嘛嘞？这盒哦，还好，但是宽盒化碳，因为我觉得它这一台不太丢啊。有没有？它只是这样啊？钱收完了。它的里面是钱是空的，而且它还开落爪。哎、欸，来了！啊，落爪了吗？对啊，太薄了。原来它不能拼薄。哎、欸，后旁。恭喜中奖！恭喜中奖！打了一个金阵，但是还好了，整体我们还是小赚一点点。是吗？对，然后我们再去寻一下其他的台。只是我想要先挖背景，我看到这就很想拉。哎、欸，它刚才粘着呢，你有看到吗？有啊。崩了。这盒是啥、啊？没有，我们先花个三五十块，我们把上面都先敲下来。好哦。哎、啊，它、啊、怎么敲这边？怎么觉得越用越乱，越弄越嗨。对啊，只是它上停有一点久。哎、欸，有人一直很想要这一盒哦。对啊。那盒挖不到。因为它不知道是敏感爪还是怎样。它可以上二楼。对啊。我想要这一盒哈利波特而已，拜托，出来。然后这个，下来帮我，下来。哎，想要带出来了。对啊，为什么不带出来呢？嘿、哎。哦，超薄的，你有没有看到那个薄度？有，我看到。啊哈，我们再打了一盒哈利波特，然后我们再。这盒挖得出来吗？但是它好像有下限长度呢。哦，是。我刚刚试有试到是这样子的，不然就是因为它点到那一盒，我把那一盒打走一点。打多一点。出货。差点出货。对啊。我为什么不要把上面这边掏下来？底部展示物夹。谁说的？这里写的。哇塞，我在这边夹。啊，不要夹。那我先。所以下面是没东西的、哦。后旁。我觉得下面是有东西的啦，因为它这个芯啊，只是它应该是有下限长度。你看，所以他才说底部物夹，难怪我刚开始拨一直点不到它。
这个好重哦，这个很傻啊。知道哎。先这样，那我把这盒打出来了。出来。我小看他了，我想说可以吃多一点，说。不行啊。说。没有。咋办？这没办法，因为他整个请到那里，这个就是要靠。我是觉得应该是怎么样？这要怎么办？这里也没办法甩打。考倒我了，因为我现在甩打也不是。那、啊、如果我去点后面呢，那一盒撞下来的话，那一盒打会不会就直接那个？我觉得应该是不会直接传，但是他我试试看好了，把它点一下，点逆推这样子。哎、欸，磨好，磨好，这个。哎、啊，又上去，因为并不是说它不能打，哎、欸，因为还是这个高度太尴尬了。人家后面的对，夹后面那一盒，我觉得状态比较好。我试着打看看。哎、欸，前进了一点。而且那一盒有保护了。怎么了？你从那边把它打过去了。你说甩打打这一个对吧？把它打这。它刚刚也过去了，你就把它带回来。对啊。啊！哦，傻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哇靠，这一盒是怎样的？没办法，这盒竟然打不出来耶。是打得出来，只是哇，不行不行，我跟这一盒卯上了，要把它打出来。对。啊，差嘛！哎呦，我以为他刚刚会整个屁股飞进去。没有你的。有啦，这个角度出了。我的 N 呐。有啦，有啦 ，N 来啊啦！你看 ，N 来啊。有了吧？是没有你的眼睛。你把它打过去啦！好扯哦！打一个是，我以为是少少出的东西。就我们打成这样子，有了。哇！坚持不出来。玩他一次。我要躺着这样子看我北巴。有了，哇、哦！怎么不是两盒？我还觉得前面那一盒会先出。什么鬼？有没有这一？有没有这一盒？打不出来的东西。可以可以。我不管，我这一个金针跟那个我要带走。卡准。就来了。我为什么这一盒很卡不卡？来了。终于吧。蹦蹦，你有没有听到蹦蹦？这个角度，这个高度。来了。一起出，通通出掉，气死我了！出了，好啊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，来了，吃太多。这样子嘞。
念你。说。好了。确定吗 ？Yep ye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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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p。虽然我是很不缺宽的，但是看到他不爽。对，都是你，都是刚刚那一个害我现在整个拱起来了。都是那个最沙发的。对啊。他跟他和沙发一样。哎。我很怕他跑到右边呢。有了，真的是在右边。来了，照出。好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干嘛呢？我怕，我会怕。甘愿哦。对，甘愿的，我甘愿的。甘愿就说要打这一盒。我原本只要打，那你是要打他一波而已。一切要怪就是要怪这一盒，这一盒都要怪这一盒。我原本想说差不多这个，扫扫出来，那我们当时就差不多了。就没想到他这么一直跟我狼，一直搞我狼，一直搞我狼。狼到600多块。对啊，然后狼到600多，然后结果卡出了一盒，里面还有一盒啊。哦，他的兄弟。对，你看，人家是金正的，金的。我刚刚夹那个是金的，这个是白的。对啊，小亏啊。小亏，如果扣一扣，大概加一加，大概是小亏一点点。好，那我们这次就夹这样子吧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哦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